今天不做搞笑男，颠覆形象，做潮流科技黑衣人。衣服早买好了啊，咱们走起。今天约的这个明星造型师啊，平时都是给老师做造型的。杰哥，行啊，给我下血本的呀。龙啊，咱们这是魅力。就是。哎，老师，哎，小黑瘦。哎，我们今天想要什么造型啊？老师，我们想要那个赛博朋克科技感，反派我们都选好了，来，你看。确实很大呀，都黑。好了，那我们开始吧。老师，我这发型有没有名字呀？这个发型就是飞舞张扬，增加个性。好，可以了。哇，杰哥，这行啊！快去吧，摄影师等你们了。Later， 你就在这飞，我给你抓空中姿态 ，OK 吗 ？OK， 杰哥，上次动作你没成功，这次行吗？你看着吧。哎，我拿下 iQOO C6，上次没充电。哎，杰哥，充电。哎，这 iQOO C6我知道，有双点金，80瓦闪充，最快10分钟就能充50%，号称性能续航小超人。iQOO C6和红外线小超人都在中间，没问题，杰哥。看怎么样？6400万像素 OIS 光学防抖，这成品，这质感，就是比这防抖效果真不错，这照片也清晰。放出来呀！